他若是不愿意的话，恐怕我还是得命人请你出去。那个，倒也不必。那你是愿意了？啊，潘大人又见面了。卓少主，你这登门是不是也太轻了？今天又是唱的哪一出？你放心吧，今日我不是冲你来的，而是。 找他，啊，卓少主。昨日上官小姐临危不惧的身姿，令我见之不忘，思之如狂。别胡说。没胡说。那个，卓少主。 咱们俩呢，也就见了一面。你这样实在是太突然了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异曲定终身，我对上官小姐亦是如此。啊！哼！阿江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哎呀，卓少主想上演一出凤求凰，我本不该干扰。只是这里既是县衙，而上官只又是衙内之人。 他若是不愿意的话，恐怕我还是得命人请你出去。那个，倒也不必。那你是愿意了？啊。卓少主，我跟你呢，虽然也是一见如故。 但是我上官只对感情比较喜欢，那个，细水长流，咱们先做朋友，多了解了解，其他再说嘛。好，上官小姐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也是受宠若惊。上官小姐，嗯，你从京城而来，河阳很多好吃的，定是还没有尝过。这是我们河阳有名的栗香糕，你不妨现尝尝。那真是太好了，看了一晚上，居然昨晚还没吃早饭呢。 不会吧，我们名满天下的潘大人，竟会如此苛待下属？自是比不上卓少主笼络人心的手段啊。不过这里既是县衙，那自然有县衙的规矩，当然不是些寻常的江湖帮派可比的。谢了。潘大人，你误会了，我对你，还有这个县衙，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是怕自己心爱之人再次受委屈。<笑> 我给你拿水。对了，卓少主前几日在公堂上说，杨采薇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他没和你说过？看来他对你还是有所保留。他既然答应嫁给我，那我们自是两心相悦。会不会是你对他来说，无足轻重呢？ 这很难说吧？哼！哎，杨采薇啊，杨采薇，若是你泉下有知，能否指点我一二？你到底是恨他，还是信他？需不需要我为你出这一口恶气？那个，卓少主，我听说杨姑娘是一个追求真相的人。 所以，我相信他一定很想知道幕后真凶是谁。有道理，那还请上官小姐给我指点一二，告诉我这幕后真凶该从何查起。查案之事乃是我县衙之务，就不劳引与劳费心了。上官小姐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啊？既然上官小姐为难。 那我便不问了。不过，上官小姐有任何事情，只管吩咐，我卓兰江定当义不容辞。还有，我的一片真心，还望上官小姐能够再考虑考虑。嗯，我
真不知道他今天来。你自己的私事嘛，你自己处理。